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继续玩《笑傲江湖二外传：东方再起》。那三集我们救到了服部香明，那我们要送他回新化城的武馆。是吧？幸好是没受到什么致命伤，只要服了药，多休息一阵子，伤口痊愈。如果是这样就好了。究竟发生什么事，怎么会牵扯上这位服从女忍者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如何说起。不过看来这事背后并不单纯。忍者服伤士兵，难道？洛亚哥想到了什么吗？就在你去良田镇查看的时候，老哥未到新化城内打听有无任何消息，正巧在酒馆内探听到一些有关扶桑倭寇的传言。传言？那是正巧有位刚从北方做完生意回来的镖头在酒馆里大声宣传，说他在少林寺附近看到为数不少的扶桑人正在出没，正巧咱们邻近的牛田镇又逢遭倭寇袭击。所以当下就一口咬定，让倭寇下一个目的就是少林寺。此事当真？这老哥无愧不敢保证，但当时看那镖头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想必也不是空穴来风之说。陆大哥，去吧，这服部姑娘与武馆的事就安心交给我。老哥就知道一旦听到这个消息，绝对放不下心。此趟一路上可要多些注意。还是陆大哥了解我，他就先谢了。我就要上少林寺去。如果没啥事的话，不用急着回来。你难得回去，要是心怀舒畅了，就索性多待几天罢了。那怎么行？怎么把事丢给你一个人呢？别说了，大不了我日后有空，再找另找机会回去就是。只要知道少林寺是安全的，我即刻就回来。这些日子有劳你了，我走了。好，我就不送你了，路上小心啊。我理会的。放心好，那我们就去少林寺吧好，那中间的话我们就快转吧。好，快转然后我们到少林寺大门了。商人竟肯扰乱我大明安宁，还要不要给我速速救醒？哼，给我杀！哎，为什么我狙击还没有？而且奇怪是，刚才外面明明就有三个扶桑的人，就刚刚多两个。奇怪了，我真的搞死了。又没音乐了，这很烦哎！就找半天，不知道音乐要怎么解决。我已经忘记我以前小时候玩的时候是音乐是持续还是持续的。好了，我们招式下一次再看。哦，还有人，施主小心背后。哦，还有，
好，我们来放招式吧。然后通常就是我们有四个行动力嘛，我可以把四个行动力都按完之后，再那个必杀技。很容易没按到啊！我快死了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就是敌人死后，我们可以一直鞭尸。如果我们还有行动力的话，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聚气的，那个招式的聚气度。好像就算你如果没有及时按到就是该攻击的命中的位置，但是我们下次再攻击同一个位置的话，好像还是有命中是攻击一加成的效果。比如说像这样79滴，那我们再按上，好像也是有伤害加成。谢了师太的提点。定义，好俊的身手，你是谁啊？看你样子又不像少林寺的人，但是所出的招式又实为少林弟子。师妹，出家人最是应该管节上缘，你如此说话，不是太不给这位少侠颜面了吗？我妹名叫李彤，乃是前福建新化城上将，因听到扶桑人不利于少林寺的传言，所以担忧之际就前来勘察，谁知道刚好让我中箭的这些扶桑兵刚刚过回了师太的解救，李通才能免于敌人的偷袭，今日贸然上前拜见，惊扰了师太，原来是晚辈的不是，还请能为师太见谅。啊，原来是戚继光戚将军的下属，感谢我们鸟灵姑在少林寺前走来走去，才问我们所谓何事，你这样对他不是让我们失了礼数吗？方才李少侠替少林寺免除了一些不必要麻烦，可是做得很好。不过说也奇怪，那些倭寇怎么上少林寺生事呢？真是好生叫人不解啊！李少侠无需多礼，我们自便就是。是，多谢师太的谬赞，蒙被师陪，请两位师太慢走。OK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那我们先不逛，我们先过剧情。又没声音了。你想必就是李施主了吧？有失远迎，得罪之处，请多多海涵。方才两位师太对你是赞誉有加，少林寺这次得李施主的帮助，能够免于无谓的惊扰，幸何如之？不敢。师太过奖，小师傅你也过奖了。见义勇为本是我辈侠义之道的本分，不足挂齿。是的，请问方丈大师此刻可是在室内？方丈吗？方丈现下不在寺中，不日便会回来。李施主若是没其他事要办，不妨在寺里歇息一阵子，说不定就等到方丈了。原来如此，但是不巧了。再请教小师傅一件事。刚刚上门前两位师太不知从何方宝地而来，到少林寺有什么事指教？哦，他们来头可大了，
那两位师太是和尚派掌门定贤师太和他的师妹定义师太。至于这来少林是做什么事嘛，小真直低背浅就不知道了。师祖若要休息，可知后方相访，两位师太应该是在那歇歇息才是。不晓得紧，室内长辈一概不在，还请您多留几日，以免方丈责怪小真失礼之处。小师傅先放心，我会料理自己的，你不要招呼我了，请自便吧。既然如此，小僧不再打扰师祖的请求，祝小僧失陪。小师傅慢走。OK， 没声音，又没声音了。他说后方这里吗？大雄宝典应该不是。葵峰宝典虽称日月神教第二点，但风方不败却能打败任我行，这其中原因又可有说起。武功秘籍却还不加习练的任教徒，地然是未从未翻越过，方能抵抗研习的冲动。不过任教徒算是大智之人，知道这样逆天的恶行的武功，不练也罢。硬生生将男子体质转成阴柔的体质，不是逆天行事又是什么？这倒也是啊。哦，原来修炼葵花桃花点还要把体质转化哦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后面相逢，焦果博，哦，不想看，呵呵，哦，像外面在下雨，最近一直在下雨，超烦的。其实我个人蛮喜欢那个夏天，因为其实夏天下雨通常都是午后雷阵雨吧，是吧？不太会下早上的，早上跟晚上好像比较少。然后冬天的话，像今年的冬天也很少下雨，都是下一点点的那种，就是半夜都下完了。我比较喜欢这样，那这样就是出门上班的时候不会淋雨。有几次啊，这是冬天我算过我才几次而已，很少。然后我的客房到底在哪里啊？我的客房你的都以后方相房。欸，哦，怎么左边还有一个门没有进去过？左边吧，这个吗？对，应该这个。再多走，火工房没人，这里大家如果头晕要讲啊，不过这个我也没办法帮你们改善，因为这个游戏就是这样，很容易头晕。哦，好晕哦，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很晕啊。有东西，然后其实御玄出的游戏几乎都是 3D 游戏为主，这是他厉害的地方。哦，不看，那也是那个像，不过他们出的有一款游戏就不是像回合制战斗了，也其实是回合制啊，只是他战斗形态不是很喜欢，像小李飞刀的作品，他就是没有像笑傲江湖这样子的战斗方式，就不是很爱。好，看来就只能走那边休息的。不过《小野飞刀》的剧情做得相当的好，我当时相当的喜欢，只是不太喜欢他们的战斗方式，还有御敌率超高。休息。这么晚的，隔壁住户应该是定恒山两位师太，怎么发出如此奇怪的声响？出去看看。哎，是谁？刚才夜闯少林寺，好快的身手！清空却又不是少林一派的，都要查这一人是谁，孙家是谁，少林寺寓意为何？不错嘛。居然可以把我拦下了，我劝你闲事少管，
别挡路。少林岂是由旁人来去之地？不管想做什么，先要过我这关。吴知晓，唐兵之力敢挡车？好，我就让你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。哼，你这个小废物。其实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啦，不过观众可能不知道，所以我还是不要破梗好了。有、哦，他是用气功的。难看的，这个要打赢吗？这不会是。主要是一档蛮痛，好轰我了吧？哇，就会打180D，轰我！这个 BOSS 战打很久，阿弥，他是要暴气一直吗？我变痛了！哇，他刚吃什么？攻击力上升是不是？200D，啊，还好来得及。哦，天哪！小子武功很俊啊。不过我可能不能陪你玩了，下回再来过。只能武功军如此高手，要不是他受伤在先，否则早就不敌了。站住！不要！你怎么现在才说站住不要跑？难道是两位师太？先去看两人是否平安。定一师太！可恶！里面有气息，这人居然如入无人之境般的出入少林，并且轻而易举就杀了恒山的两位师太。定贤师太，振作点！定贤师太，振作点！李少侠，是你吗？李少侠，师太，振作点！到底是谁这么狠心偷袭两位师太？是吗？是你就好了。这戒指，你拿着。戒指。这只戒指是我从那蒙面人身上取来的，李少侠，请你务必将此凶手追查出来。我辈遵命，李通绝对将此凶手捉住，为两位师太报仇。很好，有劳李少侠了，千万别让少林寺给人诬陷了。师太啊！你给我少侠请。恒山两位师太就暂居在这少林别院的厢房内。恒山两位师太在此已停留一段时间，
为了就是令狐少侠的事情，那重回华山派之事，我会试着与你师父说说看，但是成与不成，这老衲可就不敢保证了。方丈大师因为王辈所请，王辈已是感激不尽了，怎敢再有任何的请求呢？方丈师父回来了吗？当下不宜在此地与师父见面，这边就交给师父处理吧。郑相所受伤还没走远时，赶紧追上才是，以免你给他逃掉啊！这下再追弄难了。看他的方向是往西边逃，我记得从少林寺往西走有间客栈，就先往那边追查吧。两位师太，李红就是前往追击凶手，愿师太在天之灵能保佑李红及早寻到凶手。哎，可是师太，你还在动哎？你应该还没死吧？指环成衣。好，这个现在多久了？哎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们再去客栈看一下就好了。指环应该是这个啊。好了，我们直接用秘技跳过。真的有，大爷，你放过我家相公，他都这把年纪了，我家所有的钱你都拿去了，又带走我家香云，难道这样我们家破人亡吗？死老太婆，你他妈的不想活了？大爷的事你敢管？找死！要杀人，先过我这关。好，这个我们打一下吧，应该很弱吧。哇塞，是不是装备不够力的？啊，如果再打三次还没死，我就要弄秘籍了。不管有没有死，大众秘籍，大家看剧情就好了啊，战斗都差不多。好啦，秘籍 ，win， nice， 好小子，妈的，有种都别给我逃，我呸！你没事吧？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，我家的相公的性命都是你保全的，只是我的女儿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想前些日子被方丈动手的流氓武曲一直都没有回来，我每次趁流氓到镇上收宝土钱的时候求他们放了香云，没想到他们不但不理还要杀我们啊。竟然有此无法无天的肥类存在，这是我管定的。老婆婆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千金救回来，多谢公子。不是要追查凶手吗？啊！我根本没按到。小子，接接看我这招如何？这……哦，这个人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要死了。哦，这个人大家玩过《笑傲江湖》的话，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。我们先不破梗了，我们先打败他的时候。471269，我靠，快死掉了！自己可能会40分钟呢，好强哦！可以不要这么强。
好痛哦，其实很痛。哇哦！再补一次，这个如果要被打一样的招式，我一定死了。必杀技就不了。靠！这个老伯伯很强。老伯伯，你。不要太嚣张了！好破！停停停！啊，小子，干什么来啊？是考一下老头子的本事啊，还是来去老求的性命啊？下手如此的重，不是因为你突然出手，惊吓之余不小心进食大仙，晚辈不敢冒犯。哎，年纪大不同，真是江山大有人才处，一来新人换旧人呐、啊。老丈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其实我还以为你跟那群山贼是同伙，所以一气之下才下手不知轻重。再不然，我跟你赔的不是，可以的吧？好心提点你，你居然还不领情，这笔账可以好好算一算。来来来，我莫某人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姓莫，剑还是从无形中拿出来的，他该不会是……你姓莫，敢问可是衡山的莫大先生？算小子有眼光，居然认得出我。你是左冷城派来的吧？他又想怎么样了？要跟我为难是吗？不，我不是左冷城派来的。我跟松山派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默默人只看到你方才仗义解救的行为十分正常，想试试你的武功而已。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你应该少林弟子吧？但是人不知道少林出了一位武功如此了得的少林，哎，只怪左冷禅用计杀了我刘师弟，否则他那几个儿子也算是资质不错的。可惜，可惜呀、啊，刘师弟。你说的可是刘正风刘前辈？难不成衡山还有好的刘正风吗？我当然只有一个刘师弟啊，他一家厂王也可说是因我而起，要不是我很常需要斩除我的臂膀，他又怎么会因为结交个曲阳而受如此浩劫？我虽刘师弟不对头，但此事我说什么都不能置身事外。好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目的来此啊？晚辈姓李，名统，草字从光。嗯，你是不是哪位能够把你武功教如此出色？想必少林寺中也没几个有这能耐。这怎么你没师傅吗？还是你师傅这么见不得人？不是晚辈不愿透露，只是啊，算了算了，哪来那么多麻烦事？不愿说就算了，别让旁人当我莫大丈的地位告就来欺负晚辈，真是对不起的。你又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？衡山两位师太遇袭之事关系重大，这莫大先生在江湖上也算是能够组织公告之人，不如就将这事告知于他，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追查出那偷袭的蒙面人。王贝在少林寺中偶见一位蒙面人出入，王贝疑心蒙面人意图不轨，便动上了手，还发现他杀死少林寺来访的衡山定贤第一两位师太，是以最终至此。有这回事？衡山的定贤与定一师太居然招来暗算已死暗算此时少林寺，真的怪怪的。你跟他蒙面人动过手没有？他使的是什么功夫？哪一路家属？你可看出来了吗？那蒙面人出手之快，指如鬼面，出剑收剑迅速难料，进攻更是快捷无伦。说来惭愧，他使的武功晚辈从未见过，只有这指环似乎是蒙面人所有。你不知可看出什么端倪？拿来，我看看。这指环好眼熟啊！难道会是他？就此里，
依照他的为人，当不知错错如果知一名狗道的事来，我得先查查清楚再说。关于他的人品，事有定论，没有什么证据，我可不能乱猜。小兄弟，这件事情都信任我莫大，就交给我办吧。无名小辈身份要追查实在困难重重。莫大先生本是五岳剑派中身份极为崇高的人，处事人品都算是正人君子。如把事情交扣给他，这当然能审断的公正有理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这样不辜负了定贤师太交给我的任务。王妃不敢，莫大先生高风亮节，那是无论谁都知道的。晚辈岂敢说什么信不信得过，这事原该是晚辈去办。莫大先生竟然愿意带晚辈辛苦一趟，晚辈自是感激不尽。你放心，我定会秉公行事，有了眉目，我以后当你知晓。另外，我先前那群地痞流氓听说将南方新化城郊外的一间破庙给占据，要找人就去那边找吧。我走了，多谢莫大先生指点，李彤这就火速将人救回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在这边结束了。这个超破不落瓶哦，这个超重要，好买多一点，可以补1000滴耶，超婆婆的肉饼耶。好啦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喜欢频道的话，到频道的左下方有个图片，按个连结到我的，还有个红色小框框，按个订阅，然后也到粉丝页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